府举行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6号举行首次会议。记者会上，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，目标将充实40万的可视兵力，其中替代役将成为关键。而现在的替代役分为3个阶段，包括基础训练、ENT1 自我防护和紧急救护、专业提升民防任务和民防教育。另外也指出，研拟找寻天数将从现在的3天，明年会增加到5天。未来台湾呢，在处理所谓的防卫韧性的部分。 包括我们现役的替代役或者是备役的替代役，都会朝着专业化，然后高科技化。 然后更有实际上演练为主来训练。至于要如何达成40万的可视兵力，刘世芳说，除了现在的替代役人力外，包含义警、义消、村里长、志愿团体人力也都会纳入民防编组。而当被记者问到武器弹药是否会存在公庙中，对于民众的担心。